在任法界摩诃诸佛海会悉扬为垂柱解相应成因法印诸佛现前身。南无下一代菩萨摩诃萨，南无下一代菩萨摩诃萨，南无下一代菩萨摩诃萨。我们修理修理摩诃修理修修理萨婆诃。我们修多利修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南无萨玛多摩他，南无多罗多罗在为萨婆诃。我们耶那三宝哇哇知达无上甚深文念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学如来真实义。如是我闻，愿许菩提梵有化诸国智广眼成，作于树下大病，以大病除症，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二六千及广大大乘婆罗门居士听闻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围为说法，是嘛说是法王子，乘风为旋从坐起，披乃一件右膝着地相，把前方躯干和掌拨圆，世尊为愿演说如是相的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第六相法转成诸有情故耳者，世尊在嘛说是同时言。言善哉善哉嘛，说是如以大悲确起五受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藏有情力，安乐想法转世诸有情故，如今必定极善思维。但为汝说嘛说是言，稳然愿说我等要往佛光嘛说是东方去，子过十境，且加等佛都也是见明镜琉璃佛号，要是琉璃光如来印证等觉名号圆满，善知世间千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否佛前犯嘛说是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如来本行菩萨道十八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第一大愿，用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向八十随行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异。第二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生有得业内外明正寂无情化光明广度，功德为我身善遮阎王庄严故，日月用命终身心门开窍，随意所去做诸事业。第三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梦令众生所法手。第四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诸菩提道，诸若行成我独觉圣者，皆以大圣人安立之。第五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若法中修恨分恨一切皆离得不缺切具三具皆舍有回放我名，以还得清净不堕恶趣。第六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起身消业诸根不具愁烦，用盲聋哑聋必备有百二癫狂种种，必闻我名，一切皆得端正小慧诸根顽疾无诸疾苦。第七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众命必救无，具有无贵无依无妖无亲无交贫穷动苦，我之名号一经起也，众命悉处身心安乐家属，一世悉皆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八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你拔二之所，并乃及身业灵业神女身为我名，一切皆得转女身，全男俱教复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九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诸魔救往昔，若皆外道产妇若堕种者，恶见丑灵皆当以摄之，于正见建立修起诸菩萨和苏州无上正等菩提。第十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广法所教，福禄变胎须弼老未惑乱行入局无量灾难离苦悲愁皆灭身心受苦若我名，我福德未成立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第十一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未求食故造诸恶业得我名，专念受持我当现上面饮食饱足起身后有法味必将安乐而建立之。第十二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苦我们还是诸位必能若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及的种种上半衣服衣的一切宝庄严具华满土像苦业重尽随心所欲皆令满足。曼殊师利是为彼世尊阿悉琉璃光如来印证的觉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二微妙受愿，复次曼殊师利彼世尊阿悉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发十二所发大愿及彼佛陀功德庄严，我若一解若一解于说不能尽然，彼佛陀无相亲近无有女儿亦无恶趣疾苦，云山琉璃为地精神界道成却功德车上龙王皆悉宝舍，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明日光遍照，明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自彼佛出心能持彼世尊阿悉琉璃光如来正法宝。当是故曼殊师利诸有情行善乃至善女人等应当愿胜彼佛之戒。尔时世尊覆盖曼殊师利童子言：曼殊师利有诸正善，不是善恶，无慧贪利，不知不施，即是果报。于是无智缺心根，多智财宝，勤教守护，见其止而其心不喜，受不惑，有行事时如割身肉身，身透血，富有无量千道，有情积极之财，以其自身善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周时，即来袭者，彼诸有情从此病中生恶鬼，皆或狂奢，区有些人皆曾得障王药师琉璃光如来名故，今在恶趣障得人意念，比如蓝明及意念是从彼出梦华圣人中得宿命，又入恶趣苦苦药，欲乐害行会之三大师者，一切所有无贪喜，皆自上等与同母手足血肉身分，是来求所况与财物。佛曾曼殊师利若诸有情虽如来受诸小恶而破失乐，虽不破失乐而破鬼罪，由于失乐鬼罪虽得不坏然毁正戒，虽不毁正戒既多为于佛所说七定生意不能下来有，虽多闻而在上脉有罪，上脉复辟心故自是非大贤梦正法未磨烂，但哪如是与人自行邪见，忽令一量无量聚集有情多大显根子，就有情应于地狱盘受鬼趣流转无求，若等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报，便舍恶行修诸善法，不堕恶趣，设不能舍诸恶恨修恨善法，堕恶趣者亦比如来本愿未立，令其现前照明号，从明命正法圣人去得正见精进善条业，便能舍掉趣，非教如来法中设计小说无有伙伴，正见多闻皆是圣意，离尊上报不报正法，不为魔伴，皆自修恨诸菩萨恨素得圆满。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千奈基督自在海他
然后三个区政府，但其实受诸疾苦，受诸苦以从平命中来，生人见重牛马头里，很被变态饥渴，必然又成浮粗。随等其获得伟人生育下阵，做了奴婢，受他屈辱，很不自在，日行人中，成王室重要事，流入官儒，而名号有子，三一经不应烈，至心归矣。佛神逆者骨谢脱，诸根聪明智慧堕落，很求善法，朝遇善人，有干魔戒，或闻情解烦恼，和谢脱一切生老病死，又受苦恼，复自乱世失意。若诸有其好奇怪异，更消斗兽恼恨自杀，以身以意遭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饶，于是互相谋害，高招山林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要杀我少婆等，是为人民做其形象，以恶咒作恶咒，诅咒因为古道咒取自管令断，禀命极化其身，视自有情肉得闻此，要是有关如来名号，彼诸恶事悉不能害，一切长者皆及此心，利益安乐无损，恼畏及其恨结，各个方愿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邻，互为饶益。复次曼殊室亦若自咒必属必属灵，巫婆所教，巫婆四家及于积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近一年，或不三月，受持消除，以且三更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定闻正法，未定者，论我是尊阿世流一光如来名号，临命咒时，由八大菩萨前愿我出世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是菩萨，无尽菩萨，宝塔号菩萨，药王菩萨，阿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成功而来世及到的及于彼界种种杂色，种马化中自然化生活人，因此生于天上，虽生天上而为本善根，因为穷尽不复根深，住于恶趣天上，受尽浑身人间，后为龙王统摄四周，为得自在安乐，无量百千有情于世善大获生在地利婆罗门居士大教多少财宝财富一喜相增正智主具足聪明智慧有智慧的如是如大力士若是女人等闻是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以后不复更生女尊复次曼殊室利比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只有本愿力观诸也真欲咒闭口双囊高下黄热等命后被夜寐蛊毒所中后复短命后时恨子欲内室等病毒消除所生愿满是彼世尊如萨摩地名愿除孽以前诸苦乃即日定于肉际中出到光明光明受大头领愿。那么不觉巴地比沙舍俱卢毗卢波罗婆诃拉舍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达支陀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藐三菩提哈。也是光中说起最伟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离苦皆苦受安隐乐曼殊室利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令尽为与病人常精进小足或食或药或无虫水作为把八便必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灭若舍求自心念色皆得如是无病以念命中之后称彼世界得不退转乃至菩提。是故曼殊室利若男子女人于彼药师琉璃光如来自心印中恭敬供养者常持此咒勿令飞亡复次曼殊室利若即心的男子女人等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觉所有名号我以诵持成交此目早速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做咒偈诱供养寻香五子金牛肉自书为教务书一切圣持听闻其欲欲必法师一切供养教所有自身之具其皆是无令法师如是彼某诸佛护念所求愿满谢谢狗蛋乃至菩提，而是曼殊室利童子不分言，师尊我当世于效法转世，以种种方便令诸尽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师尊阿世琉璃光如来名号，乃至睡众亦佛名觉悟其耳。师尊若以此经受持，读诵或复为谈演说开示，若自是若教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土香抹香烧香花满，因为翻盖即日而为供养，以五色财珠呢缠之扫洒，尽出护受高奏。而用安此尔时，四大天王云群眷属及无量百千天众皆一起所供养守护师尊。若此经保留寻师处。可能受持一笔世尊要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及为名号当真世事无复恨子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得取经济事业夺者还得如过身仙乐我告曼殊室利如是如是如此说曼殊室利若经济善男者善女人等欲供养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象复清净坐而安住自在所转化烧种种香以种种重犯庄严其出其日接受八分斋戒时清净时早欲相解浊心净因胜无垢浊心无怒害尽于一切有其情力阿赖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古月各赞又让佛像复为念彼如来佛本愿功德读诵此本愿功德读诵此经思维其因演说开始随手要求一切皆随遂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复有人忽得噩梦见诸恶相互患难来求助处百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自居攻击各要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见心以末不能为患患我水火刀毒血甲恶相失足虎狼熊毒蛇恶相无垢有言我们等莫若能知心意念彼佛攻击各要一切不为皆得解脱。若他口轻扰到嘴反乱意念攻击彼如来者一劫解脱复次曼殊室利若有见心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尽喜不施于天为大愿心贵佛法身受持戒戒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必除二百五十戒必除你五百戒于所受中后悔犯不多之若能转念彼佛名号攻击公爱者必定不受三恶趣中会有女人铃铛者之受于疾苦若能知心真理你在攻击公爱比如来者正果戒除所生之子三分具足形色当正卷者欢喜立根聪明暗语长命为凡人夺心机器而彼世尊刚刚那言如我称扬彼世尊阿世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此事诸佛甚是恨处那可惜了如为信佛阿难伯耶大德世尊我与如来所说其力不生以会所以者和一切如来圣与一业无不亲近世尊此日月冷可令多恶妙高尚而可使精通诸佛所有无有异也世尊有诸众生心中不住据我说诸佛甚是恨处作事思维云何但念阿世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号并获而所功德胜利由此不计还是诽谤比喻常愿是大力乐多助有情流转无穷我刚刚那世诸有情若闻世尊阿世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不生以后多恶趣者无有世尊阿难此事诸佛甚是所恨
难可信谢，如今能受当知皆是如来威力。阿难一切圣王独觉即为登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实尽信。唯出一心所系菩萨阿难人生能得于三宝中清净尊重亦能可得。闻是尊上士有光如来名号不难与是阿难比要士有光如来无量菩萨和无量甚小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劫若一劫与尔广摄者结合殊境彼佛号愿甚小方便无有尽也。尔时众生有一菩萨摩诃萨明月之通其从出其偏袒右见右悉着地须根合掌而薄佛言。大德世尊相法转世有诸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而长命雷寿不能与世佛称，该造见诸方安慈孝敬请父母亲属本有知识替其为爱，然彼自身莫诈本初见缘莫使引其神识质疑阎魔法王之前然诸有情有具生神随其所作若作若福皆具数之尽其受也。阎魔法王尔时彼王托问其人计算所作随其罪福而初端知识彼病人亲属之师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要师琉璃光如来群诸众生转读此经然积存积丹全五岁续命神方后有事出彼世德华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未尽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世王时如同梦觉皆自意之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身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是故今昔善男子善女人等今日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尔时阿难问鸠多菩萨愿善男子与应允和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是名方等不允和造鸠多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透病苦当为起人其一切受持八番斋戒应以及给予自己随力所办供养必殊胜作业六十礼拜行道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然四十九灯照彼如来形象一一其躯一一向解各支七灯一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翻长四十九折寿应放杂类众生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难不为诸恨恶果所致复次阿那若刹帝利观顶王等灾难其实所谓人中极易难他国亲密难自戒叛逆难心思悲观难日月不时难非时奉为难过时不与难彼世地利冠顶王等而是因一切有情起慈悲心摄诸心兵以前所作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由此三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皆极大安与风雨顺时骨架承受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报恶要差等生难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及摩诃刹帝利冠顶王等寿命色力无病自在皆得尊严阿难若帝后非属除君王子大乘府相中宫才女百官礼数未病所苦及恶难意义造力五色神幡燃灯须弥放诸生命散杂烧花烧众名将病的除于众难些都而善阿难问鸠多菩萨言善男子云何以今之命又可增益鸠多菩萨言大德如其不闻如来说闻久恨死业是故称道须弥在内修诸福德以修福不尽以寿命不及此化阿难问言久恨云何鸠多菩萨言若诸有情得病虽既然为医药及堪避者设复医寿以非药食不应死而便恨死又信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事妄受祸福边生恐动心不自证薄命患杀种种众生气奏守名护诸亡良其其佛由于其延年终不能得于是名灰心邪道兼遂令何子入于地狱无有出息是名出恨二者恒被王法之所诸三者田猎嬉戏单淫嗜酒放淫无度恒为非人得其禁忌四者恒为火风五者恒为水逆六者恒为种种恶兽所啖七者恒堕山崖八者恒为毒药厌倒咒诅喜尸鬼等之所重害九者即可所控不得饮食而便恨死视为如来略说恨死有此九种其富有无量诸恨难可据说复次阿难比阎魔王主领世间名及之机若诸有情不向无逆破入三宝坏卷惩罚毁于心界阎魔法王水虽轻肉考而法治事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造发方生修佛令度苦厄不遭中了尔时众众有十二亚刹大将俱在会众所谓公毗罗大将伐折罗大将弥切罗大将安底罗大将厄尼罗大将山底罗大将应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虎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羯罗大将此十二亚刹大将一一各有七千亚刹以为眷属同时举圣佛佛言世尊我等尽者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各有恶趣之辈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僧世道呵护一切有情为作毅力饶益安乐随意何等寸城国益困闲灵中若有留不此境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为护世人皆使谢堕一切苦难若有愿权心力满足后有极恶求度脱者应读诵此经以五色离皆入结我名字得任也愿意然后谢解释世尊赞助药叉大将也圣哉善哉大药叉加入胆念般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以如是定义安乐一切有情而是阿难不复言世尊当何名字法门我等于和奉持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应功德应你说十二神将饶益有情节日神咒应你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成事佛解脱说是与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圣王国王大长婆罗门居士天龙要差见达福阿苏洛杰路图吉那洛莫呼洛杰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金刚摩诃揭伐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婆诃拉舍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利萨满三菩提耶达支陀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室萨满揭帝娑婆诃谢解谢老多生愿和愿起心顶力发请诚敬念佛请求谢解要是佛要是佛下载演说要是佛随心满愿要是佛奉十里多十里多尊在力说佛和十二要差大将诸佛宣扬五色载里且解其名随愿起愿成愿必心福上永康宁要是教主严上南人日光普照月光临菩萨降福龙要差神明永护保安宁要是会上师圣光十二道愿妙南梁苦海坐舟行广大吉祥入佛敬称扬
要智慧上琉璃光王八大菩萨降解降七保护坛禅日月为光灭罪免灾殃要是大愿功德无边大千沙电击八寒宝地不净念我黄湖春福寿广增延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念下三大诸佛恼愿的智慧证明了普愿在三心消除四世常行菩萨道三六法界摩诃诸佛海会悉祥文随处解消一尘一法印诸佛现前身。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我们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我们修多利修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南无三藐多罗摩陀，南无阿耨多罗三藐多罗萨婆诃。我们耶那三宝哇哇智那胡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学如来真实义。不是我闻愿许菩提梵，有化诸国智广眼成作用树下大病，以大病除症八仙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二六仙及广万大乘佛闻名俱是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为说法师嘛说是地法王子，乘佛闻声从坐起，披乃一件右膝着地，向把前方躯干和掌拨远，世尊闻愿演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地乐相法转持，诸有其父耳者，世尊在嘛说是一同邪言。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师利，如以大悲，确其五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八业障所藏，有情力安乐想法转世，诸有其故，如今谛听，即善思维。但为汝出曼殊师利言：我然愿说，我等要闻佛告曼殊师利，东方去子过十境，且迦等佛都也是见明镜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印证等觉。名号圆满，甚至世间千五十二岁调御丈夫，天人之佛佛前翻曼殊师利，禀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如来本行菩萨道十八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第一大愿用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向八十随行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异第二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生有了业内外明彻即为行化光明广大功德为我身善咒阎王庄严过于日月用命终身心门开窍随意所去做诸事业第三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力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又悟摩尼众生所法所。第四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诸菩提道；诸若行成我独觉圣者，皆以大圣安立之。第五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若法中修恨分恨一切皆利得不缺切具三具皆设有回谤我名，以还得清净不堕恶趣。第六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起身狭业诸根不具仇恨欲盲妄业乱，必备有百业电化种种，必闻我名一切皆得端正巧慧诸根完之无住疾苦。第七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众密必彻悟，具有无归无依无妖无亲无交贫穷堕苦我之名号，一经起也众密悉除身心安乐家属，一切世界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八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女人为你百业之所逼乃及身业灵业神女身闻无名，一切皆得转女身，成男俱教父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九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诸魔救往解脱，皆外道成佛若堕众生恶见丑灵，皆当以摄智与正见建立修行，诸菩萨和素证无上正等菩提。第十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闻法所教，福禄变胎须弥老，为佛当行入局，无量灾难离苦，悲愁皆灭身心受苦。若我名，我福德未成立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第十一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我名专念受持，我当现上面饮食饱足，起身后有法味，必将安乐而坚立之。第十二大愿用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苦我们还是昼夜必能，若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及的种种上面福利的一切宝庄严具华满土相苦业重尽，随心所愿皆令满足。曼殊师利是为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印证的觉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二微妙受愿，复次曼殊师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发所发大愿及彼佛陀功德庄严，我若一解若一解说不能尽染彼佛陀相亲亦无有女儿，亦无二趣疾苦，应生琉璃为地精神界道，成就功德之上龙王皆悉宝舍，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庄有二菩萨摩诃萨，一明日光遍照，明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自彼佛出新的持，彼世尊号是琉璃光如来正法宝。当是故曼殊师利，诸有心心善乃至善女人等，应当愿胜彼佛之戒。
是是丈夫干嘛？这是一同子言嘛？说是有助战胜，不是伤。我会贪利不知不是及时果报，于是无知缺金根，多惧财宝，勤教守护见机者而其心不喜，受不获有情，事事如歌，身弱身胜，透水富有，让千道有情，积极之财，与其自身上不受，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努力做实习来习者，比诸有情从此病中生恶鬼，就或狂奢趣，有些人皆存得仗文，要是有一光荣而凝固，今在恶趣占得意念，比如蓝明及意念是从你出梦华圣人中得宿命，又若要去苦不要，欲乐害行会自生态使者，一切所有事物贪心，皆自上等与同母手足血肉身份是来求得矿与财物。不这么说，是若作有情罪，如来受作小说而破失落，虽不破失落而破鬼罪，由于失落鬼的虽得不害然毁正戒，虽不毁正戒，气多为一佛所说，气尽生意不能下来，有虽动而在上脉，有在上脉护病，心故自是非大贤，莫正法为魔乱，但哪如是缘自其邪见，护令一量。无量聚之有情多大显，但此就有情应于地狱盘受鬼去流转无穷。若等我此要是有光荣了，名号不便舍恶行修诸善法，不多恶趣舍不能舍诸恶行修恒善法，多恶趣者亦比如了本愿未立令其现前，照我名号从明命正法圣人去得正见精进善条恶业，便能舍掉去于非教如来法中受解小说无有火犯正见多闻皆是圣意离尊上报不报正法不为魔犯皆自修恒诸菩萨恒速的圆满。复次慢说是若者有情千来基督自在怀他。然后三恶趣中无量情绪受诸疾苦，受诸苦以从明命中来生人见众牛马头里恒被变态饥渴必然又成佛足，随等其获得为人生计下阵做奴婢受他屈恒不自在日行人中成为是尊二世流光如来名号，由此三一即不一念之心归依佛神念正骨解脱诸根聪明智慧斗闻恒求善法朝遇善有道魔界破文情解烦恼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又受苦恼。复次万事心若诸有情好奇怪异更加斗争恼恨自杀以身以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饶，于是互相谋害高招山林树种等神杀出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要杀过少婆等，是为人民做其形象，以恶咒作恶咒，诅咒一枚古道咒，取其管令断，比命极坏，其身世自有情肉得闻此。要是有光荣而名号，比诸恶世系不能害，一切长者皆及此心，利益安乐无损恼，为及其恒劫各个方愿，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邻互为饶益。复次慢说是亦若自咒必除，必除尼。巫婆所教，巫婆世家及于积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近一年，或不三月，受持消除一切三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国，今我正法未定者，若我是尊二世流于光如来名号，临命咒时，由八大菩萨前愿，我受持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是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塔号菩萨愿王菩萨阿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成功来世极道的极意比劫种种杂色种马化咒自然化身会因此生于天上虽生天上而为本善根亦为穷尽不复更生住于恶趣天上受尽还圣人间或龙王投这四周为得自在安利福百无量百千有情于世善大会生在地利婆罗门居士大家多少财宝财富以喜相尊正具足聪明智慧有智慧们如是不大力士若是女人等问世利观要是流利观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以后不复更生女真父自慢说是比要是流利观如来得不敌只有本愿力观注也真欲众病恐受难困下黄热等命后被夜寐古毒所中后复短命或时恨子欲内事等病毒消除所求愿满是彼世尊如萨摩地名愿除灭以前诸苦乃即日定于肉际中抽到光明空中宇宙大头灵愿。那么不觉八地毗沙奢俱卢毗卢波罗婆诃拉什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达什陀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藐三菩提耶。也是光中说起作为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中彻底古皆是无受安与乐曼殊师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令心为与病人常精进早足或食或药或无虫水作为把八便秘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灭若所求自是念色皆得如是无病以年命中之后称彼世界得不退转乃至菩提。是故曼殊师若有男子女人于彼要世界流光如来自是应中恭敬恭敬者常持此咒勿令非王复次曼殊师若有即兴的男子女人得闻要世界流光如来应证等觉所有名号我以诵持成就此目早速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多咒皆有。不然寻香五子金牛肉之书的教书一起上去听闻其意玉璧法师一下观察教所有自身之具其界是无论法师如是必蒙诸佛护念所求愿满。谢谢狗蛋来至菩提而是曼殊师利童子不分言是众我当时一下把转世以种种方便令诸尽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是尊二世流于光如来名号乃至睡众亦佛名觉悟其耳。世尊若以此经受持读诵或复为谈演说开示若自是若教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土香抹香烧香花满因为翻盖之月而为供养以五色彩中的禅之扫洒进出护受高奏而用安置二十四大天王于其眷属及无量百千天众皆一起所供养守护世尊若此经保留寻视处本能受持一笔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及为名号当真世尊无父恒子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得其经济事业夺者还得如过身心安乐。我告曼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此说曼殊师利若精心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彼世尊二世流于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象复清净坐而安住自在手肘花烧种种香与种种床幡庄严其出其日接受八分斋戒时清净时早欲相解浊心净因胜无垢浊心无怒害惧于一切有其行力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古月各藏又让佛像复印念彼如来菩萨
本院功德独创此本院功德独创此心思为其因，也说开始随手要求一切皆遂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复有人忽得噩梦见诸恶相互幻想而行，诸处百怪出现，此言若以众妙自居攻击构要，彼是重要是流流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以末不能为患，患我水火刀毒血浆，恶消失子火狼兽必毒蛇，恶邪无功有言，我们等莫若能知心意念彼佛攻击构要，一切不畏皆得解脱。若他口轻扰盗嘴反乱意念攻击彼如来者，一劫解脱。破僧慢说是若有见习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尽行不施于天，为大愿心跪佛法身受持戒戒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必除二百五十戒，必除你五百戒，于所受中会有火翻不多去，若能转念彼佛名号，攻击攻害者必定不受三恶趣，中会有女人铃铛扯之受于疾苦，若能知心真名，你在攻击攻害彼如来者，正果戒除所生之子，三分具足形色当正卷者欢喜，立根聪明，暗语长命，为凡人夺其精气。彼世尊刚刚那言，如我称扬彼世尊二世的光如来所有功德，此事诸佛甚是恨处，难可谢了。汝为信奉阿难不夜大德世尊，我与如来所说七经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圣意业无不清净。世尊，此日月龙可令多恶妙高上而可使金刚诸佛所愿，无有异议。世尊，有诸众生心中不住，据我说诸佛甚是恨处，作是思维云何？但念二世的光如来一佛名号，并获而走功德，是逆由此不计还是诽谤？彼日长愿是大力乐多助，由是流转无穷。我刚阿难世诸有情，若闻世尊二世的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不生疑惑多恶趣者，无有世尊阿难，此事诸佛甚是所恨。难可信谢，如今能受当知皆是如来威力。阿难一切生物独觉即为登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实信谢，唯诸一心所系菩萨阿难人生能得于三宝中清净尊重，亦难可得闻世尊二世流光如来名号，不能与是阿难比二世流光如来无量菩萨和无量甚小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劫若一劫于而广受者结合，速尽彼佛恨愿甚小方便无有尽也。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月接通其从，出其偏袒，又见右悉浊地虚空合掌而不惑言：大德世尊相法转世，有诸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而长病雷兽不能与世，侯成干燥见诸方向，慈下亲请父母亲属本有知识替其为爱，然彼自身恶诈，本初见业末时以其神识质疑阎魔法王之前，然诸有情有具生神随其所作，若作若福皆具数之尽，其受于阎魔法王，而是彼王托用其人计算所作，随其罪福而初端知识，彼病人亲属之事，若能为彼皈依世尊二世琉璃光如来，请助众生转读此经，然积存积丹泉五岁续命神方，或有事出彼世德华，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未尽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世还时，如从梦觉，皆自意之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身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是故今昔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应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攻击供养而上。那问救脱菩萨愿：善男子与应允和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须弥方等不允和告救脱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透病苦，当为其人积一切受持八番斋戒，应允以及给予自己随力所办供养，必俗胜作业六十礼拜行道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独诵此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照彼如来形象，一其躯一向解各支七灯，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翻长四十九折寿，应放杂类众生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难，不为诸恨恶果所致。复次阿那若刹帝利光景王等灾难，其实所谓人中极难，他国寂灭难，自戒叛逆难，其次闭关难，日月不食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彼世地利冠顶王者，而是因一切有尽，其慈悲心摄诸悉彼。以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二世流光如来，由此三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皆极得安与风雨顺时，骨架承受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恶妖差等生，哪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及摩诃刹帝利冠顶王等寿命色力无病自在皆得尊严。阿难若帝后非属除君王子，大臣辅相中宫才女百官礼数未尽，所苦及厄难，意义造力五色神幡，燃灯须弥，放诸生命散杂，设花烧众民将病的除于众难，谢脱而上。阿难问救脱菩萨言：善男子，云何以今之命又可增益？救脱菩萨言：大德如其不闻如来说闻，久恨死业，是故称道须弥，今内修诸福德，以修福故尽以生命不计其患。阿难问言：久恨云何？救脱菩萨言：若诸有情得病色气，然为医药及看病者，设护医寿以非药食，不因此而变恨死。又见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事，妄受祸福，边生恐动心不自正，不闻命患杀种种众生，谢周神明护住亡鸟及其仆，又欲尽延年终不能得，于是迷灰心邪道，见碎令何止入于地狱，无有出息。是名出恨二者，恒被王法之所诸三者田猎嬉戏丹营，是九方营五度恒为非人夺其精气，四者恒为火风，五者恒为水逆，六者恒为种种恶兽所啖，七者恒堕山崖，八者恒为毒药焰倒咒诅喜尸鬼等之所重害，九者即可所控不得饮食而便恨死，是为如来略说。恨死有此九种，其复有无量诸恨难可。据说复次阿难比阎魔王逐你世间名及至今，若诸有情不向无逆，破入三宝坏卷惩罚，毁于心界，阎魔法王谁虽轻重考而法治，是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造发方生修佛，令度苦厄不遭终呢。尔时众众有十二亚刹大将俱在会众，所谓公毗罗大将、伐折罗大将、弥契罗大将、安底罗大将、厄尼罗大将、山底罗大将、应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虎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羯罗大将，此十二亚刹大将一个也毕竟要差，以为全属同时举圣佛佛言：世尊，我等尽者摩诃沃利德，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各有恶趣之辈，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身，是大呵护一切有情，为作义利饶益安乐随意何等村城国邑困前邻住，若有留不此境或复受十二亚刹琉璃光如来名号攻击供养者，我等正属为
困惑使人皆使亵渎一切苦难，若有愿全心意满足后有极恶求度脱者，应独受此境以五色离劫入。结果名字得任也愿意，然后谢解释世尊赞助要差大将言善哉善哉大要差加入达涅槃，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以如是定义安乐一切有情。而是阿难不复言，世尊当何名次法门？我等于和奉持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应你说十二神将饶益有情节日神咒应你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持世佛结佛说是与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圣王国王大长婆罗门居士天龙要差见达福阿苏洛杰路土吉那洛莫呼洛杰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尽南无婆伽梵利比沙舍俱卢琉璃波罗婆诃拉舍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利萨满三菩提耶达智陀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室萨满竭利多婆诃。谢解谢解谢解谢耳朵声音和宴请心底力发请神今天佛请求谢解。要是佛要是佛下载演说要是佛随心满愿要是佛奉十里多十里多尊在力娑婆诃十二要差大将诸佛宣扬五色载礼且结其名随愿祈愿成愿愿必心福上永康宁。要是教主耶稣南人日光普照月光临菩萨降伏龙要差神明永护保安宁。要是会上师圣光十二大愿妙南梁苦海周周行广大吉祥入佛净正养。要智慧上琉璃光王八大菩萨降解降七佛护坛禅日月为光灭罪免灾殃。要是大愿功德无边大千沙殿积八海宝地不净莲我佛护眷福寿广增延。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念下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证明了普愿罪三心消除四次常行菩萨道。三藏法界摩诃诸佛，海会悉扬文随处解相应成应法印诸佛现前身。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我们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我们修多利修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南无萨玛多罗摩陀，南无摩诃多罗多罗再为萨婆诃。我们耶那三宝哇哇智那无上甚深文愿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学如来真实义。如是我闻应许婆伽梵有化诸国智广眼成作用树下大病以大病除证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二六千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围为说法神马说是利法王子纯佛为神从坐且披乃一件右膝着地向把前方屈膊和掌博愿世尊为愿演说如是相应诸佛名号基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地乐相法转成诸有情故尔者世尊赞曼殊师利同时言。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师利，如以大悲摄取五受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藏有情力，安乐相法转世诸有情故，如今谛听及善思维。但为汝出曼殊师利言，我然愿说我等要我佛告曼殊师利，东方去子过十境，且迦等佛都也是见明镜琉璃佛号，要是琉璃光如来印证等觉。名号圆满，甚至世间千无上寿调御丈夫，天人是否佛前翻曼殊师利比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如来本行菩萨道十八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第一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向八十随行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第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生有了业内外明彻即为情化光明广度功德为我身善咒阎王庄严过于日月用命终身心门开窍所以所去做诸事业第三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力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无梦力众生所法手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行邪道者心量诸菩提道诸若行成我独觉圣者皆以大圣阿离之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恨分恨一切皆利得不缺缺聚散聚皆舍有回放我名以还得清净不堕恶趣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起身消业诸根不惧愁王用盲文耀王必备我百二天化种种必无我名一切皆得端正小慧诸根完之无助疾苦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众密必彻悟，只有无归无依无妖无亲无交贫穷堕苦，我之名号一经起也，众密悉处身心安乐，家属一世悉皆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女人为你拔恶之所逼乃及身业灵业神女身闻无名，一切皆得转女身，全然具教复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
有情诸魔之王，谢托皆外道产，不若堕种者，恶见丛林，皆当以摄之于正见，建立修行，诸菩萨和苏州无上正等菩提。第十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诸有情王法所教，福禄变态，须必劳为祸乱，行路局，无量灾难，离路悲愁，皆灭身心，受苦若我迷，我福德未成立，故皆得谢托皆有苦。第十一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我名，专念受持，我当现上面饮食，饱足其身，后有法味，必将安乐而坚立之。第十二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诸有情贫苦，我们还是昼夜必劳，若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及得种种，上面衣服，亦得一切宝藏，以至华门，土象苦业重尽，随心得尽，皆令满足。曼殊师利，是为彼世尊那十六亿光如来应证的觉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二微妙受愿。复次，曼殊师利，彼世尊那十六亿光如来行菩萨道时发十二所发大愿，及彼佛陀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说不能尽然。彼佛陀无相亲，亦无有女儿，亦无二妻，即苦因生流离，为地精神界道，成就功德，真上龙王，皆悉宝舍，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明日光遍照，明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自彼佛出新的持彼世尊号，是彼日光如来正法宝当是故曼殊师利，诸有心心善乃至善女人等应当愿胜彼佛之戒。尔时世尊覆盖曼殊师利童子言：曼殊师利，有诸正善，不是善恶，我会贪利，不知不施，即是果报。于是无智缺于亲根，多智财宝，勤教守护，见其止而其心不喜，受不惑，以恶行，事事如歌，身若身善，透水富有，无量千道有情，积极积财，于其自身善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周时，即来袭者，彼诸有情从此病中生恶鬼，皆或狂奢，去有些人皆存得障碍，要是有一光如来名故，今在恶趣降得意念，比如来名及意念是从彼出梦还生人中得宿命，又若恶趣苦苦药于乐害行会之三大使者，一切所有既无贪喜，皆自善的与同母手足血肉身份是来求所况与财物。或曾曼殊师利，若诸有情碎如来受诸小数而破失落，虽不破失落而破鬼罪，由于失落鬼的碎的不坏然毁正戒，虽不毁正戒，气多为于佛所说，气定生意不能下来，有碎动而在上脉，有在上脉护臂心故，自是非他贤梦之法，为魔乱但哪如是与人自其邪见，护令一量无量聚集有情多大显根子就有情，因于地狱盘受鬼趣流转，我觉若等我此要是有一光如来名号，便是恶行修诸善法，不多恶趣事，不能舍住恶恨修恨善法，多恶趣者亦比如来本愿未立，令其现前照我名号，从明命正法圣人去得正见精进善条意业，便能舍掉是于非教如来法中受持小数无有火犯正见多闻，皆是圣意离尊三宝不报正法，不为魔犯，皆自修恨诸菩萨和素德圆满。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千来嫉妒自在怀他，然后三恶趣正无量亲事受诸疾苦，受诸苦以从明命正来圣人见众牛马头驴横背变态饥渴必然又成浮粗，随等行获得伟人身居下阵，做人奴婢受他屈辱，恒不自在，日行人中曾闻是尊二世流光如来名号，由此善意进步意念之心归矣。佛成立正果，解脱诸根聪明智慧堕落，恒求善法，朝遇善人，有道魔界，或闻前解烦恼，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又受苦恼。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好奇怪异，更加斗兽恼乱自杀，以善淫欲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饶，于是互相谋害，高招山林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用杀果烧火等，是为人民作其形象，以恶咒作恶咒，诅咒一枚古道咒，取其管令断，禀命极化其身，是自有情肉得闻此要是有光荣王名号，彼诸恶之心不能害，一切辗转皆起此心，利益安乐无损恼，为己心恨结各个方愿，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邻，互为饶益。复次，曼殊师利，若自咒必除必除尼，物婆所教，物婆四家即日积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近一年，或不三月，受持消除一切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得听闻正法，未定者，论我是尊二世流一光如来名号，临命咒时，有八大菩萨前愿我出世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是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塔号菩萨药菩萨阿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成功来世及到的极比较重重杂色众宝化中自然化生活人，因此生于天上，虽生天上而本善根，亦为穷尽不复根深，住于恶趣天上，受净环圣人见，后龙王统摄四周，为得自在安乐，百无量百千有情于世善大获善在地利婆罗门居士大教多少财宝仓库以形象尊正具足聪明智慧有智慧的如是如大力士若是女人得闻是利观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以后不复更生，你这复次曼殊师利，比要是琉璃光如来得菩提，只有本愿力观诸也真欲众不恐，受难空相黄热等命后被夜魅蛊毒所中，后复短命或时恨子欲念是等病毒消毒所求愿满，是彼世尊如萨摩地名愿除灭一切诸苦恼，即日定于肉际中抽到光明光寿，以受大陀罗尼愿。那么不觉巴地比扎舍俱卢毗卢尼波罗婆诃拉舍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达直陀唵毗沙舍毗沙舍毗沙舍三藐三菩提耶。尔时光中说起最伟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离苦皆除，说完以乐曼殊师利，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令心慰与病人常精进小足，或食或药或无虫水，作为把八遍必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灭，若所求自是念色皆得如是无病，以念命中之后称彼世界得不退转乃至菩提。是故曼殊师利，若有男子女人于彼要世琉璃光如来之心应众恭敬恭敬者，从此此咒勿令非王。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即心的男子女人得闻要世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觉所有名号，我以诵持成交慈目早速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做咒偈咒，供养寻香五子金牛肉之书为教务书，一心受持听闻其意，欲必法师一切供养，教所有自身之具其皆是无量法烧，如是遍满诸佛护念所求愿满。谢谢狗蛋。
来自菩提，而是曼殊这些童子不分言是中我当时效法转世以种种方便令诸尽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是尊阿是由于光荣而名号乃至遂正义佛名觉悟其耳。世尊若以此经受持读诵护敷为谈演说开示若自是若教书恭敬尊重以种种画像图像某像烧香黄满因为翻盖之月而为供养以五色彩中的禅之扫洒进出护受高奏而用安置二十四大天王与其眷属及无量百千天中皆一起所供养守护世尊若此经保留行事处本来受持一笔世尊要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为名号当真世出无不恨子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得其精气税夺者还得如过身仙乐。我刚曼殊师亦如是如是如此说曼殊师亦若精气善男者善女人等欲供养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象不清净坐而安住自在手肘花烧种种像以种种重犯庄严其出七日七夜受八分斋戒时清净时。早欲相解浊心净因善无垢浊心无怒害惧于一切有其行力阿赖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古月各藏又让佛像复位念彼如来图佛本愿功德读诵此本愿功德读诵此经思维其因演说开始随手要求一切皆遂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复有人忽得恶梦见诸恶相互患难而不能救助百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自居攻击各要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者恶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以莫不能为患患我水火刀毒血浆恶相失足所浪生彼毒蛇恶相无垢有因我们等莫若能知心意念彼佛攻击各要一切不畏皆得解脱若他口轻扰盗嘴反乱意念攻击彼如来者一皆解脱或自慢说是若有见习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进行不是天为大愿系贵佛法僧受持戒戒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必除二百五十戒必除你五百戒人所受中会有悔犯不多却若能转念彼佛名号攻击公害者必定不受三恶趋胜会有女人铃铛彩之受于其福若能知心证明你在攻击公害比如来者正果戒除所生之子三分具足形色端正卷者欢喜立根聪明暗语长命为犯人夺邪精气而彼世尊高阿难言如我称扬彼世尊阿是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此事诸佛甚是恨处难可弃了如为信佛阿难不也大德世尊我与如来所说七地不生淫秽所以者和一切如来圣与一业无不亲近世尊此日月冷可令多恶妙高尚而可使清透诸佛所有无有异也世尊有助众生心中不住据我说诸佛甚是恨处作事思维云何大念阿是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号并获而所功德胜利由此不计还是诽谤彼日长愿是大利乐多助优且流转无穷我刚阿难是诸有情若闻世尊阿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之心受持不生淫秽多恶趣者无有世尊阿难此事诸佛甚是所恨难可信谢如今能受当知皆是如来威力阿难一切圣物独觉即为登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实清净为诸一心所系菩萨阿难人生难得于三宝三宝中清净尊重亦难可得闻世尊阿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不难与是阿难比阿是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和无量甚小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劫若一劫而广受者结合苏尽彼佛恨愿甚小方便无有尽也而是正正有一菩萨摩诃萨明月接通其从诸己偏袒腰间右膝着地屈论合掌而不惑言大德世尊相法转世有诸尊生为转种患之所况而长命雷兽不能与世佛称干燥见诸方阿慈相敬请父母妻属本有知识替其为爱然彼自身莫诈本初见言莫使引其神识质疑阎魔法王之前然诸有情有具生神随其所作若作若服皆具数之尽其受于阎魔法王而使彼王吞论其人计算所作随其罪服而初端知识彼病人亲属之事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请助众生转读此经然积存积丹全五色熏命神方后有事出彼世德华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或近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世王时如从梦觉皆自意之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身结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是故精心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应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而是阿难问救度菩萨愿善男子与应允和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甚至翻腾覆云和造救度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透病苦当为起人七日戒受持八番斋戒应允以及给予自己随力所办供养必俗胜作业六十礼拜行道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然四十九灯照彼如来形象一七区一向解各支七灯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翻长四十九折寿应放杂类众生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难不为诸恨恶果所致复次阿那若刹帝利光顶王等灾难其实所谓所谓人中极难他国亲命难自戒烦恼难心素悲观难日月不是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彼世地利冠顶王者而是因一切有情起慈悲心摄诸七兵以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由此三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皆极得安与风雨顺时骨架承受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恶妖叉等生哪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及摩诃刹地利冠顶王等寿命色力无病自在皆得尊严阿难若帝后非属除君王子大臣辅相中宫才女百官礼数未病所苦及恶难意义造立五色神幡燃灯须弥放诸生命散杂色花烧众名相并的除于众难些都而善阿难问救脱菩萨言善男子云何以今之命又可增益救脱菩萨言大德如起不闻如来说闻久恨此业是故称道须弥今内修诸福德以修福故今以正命不计此话
阿难问言：九后云何？鸠摩菩萨言：若诸有情得必受尽，然为亚己堪避者，设护衣舍以备药食，不因此而变寒死。又见世界邪魔外道妖孽之势，妄受祸福。边上恐动心不自正，不闻名皇少种种众生气周，守名护住亡灵及其仆由，欲尽延年终不能得，于是名灰心邪道间，遂令何子入于地狱，无有出息。是名出恨二者，恒被王法之所诛。三者田猎兮兮，单淫嗜酒，放淫无度，恒为非人，得其尽致。四者恒为火风，五者恒为水逆，六者恒为种种恶兽所啖。七者恒顿山崖，八者恒为毒药厌倒咒诅喜尸鬼等之所重害，九者饥渴所控不得饮食而变恨死，是为如来略说。恨死有此九种，其父有无量诸恨难可。据说夫三阿难比阎魔王逐凌世间民及至今，若诸有情不向，无力破入三宝坏卷成法，毁于心界。阎魔法王水虽轻重，考而法治事故，我今劝诸有情人，但造方方生修佛令度苦厄不遭中了。而是重重有十二亚刹大将俱遭会咒，所谓公毗罗大将、伐折罗大将、弥契罗大将、安底罗大将、厄尼罗大将、山底罗大将、应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虎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羯罗大将，此十二亚刹大将一一各有金身亚刹，以为眷属。同时举圣佛佛言：世尊，我等今者魔佛威力德闻，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各有恶趣之辈，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僧。世大喝复一切有情为作毅力饶益安乐随意何等寸成国一困前灵住，若有留不此境或复受持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攻击各二者，我等眷属为护世人皆使谢堕一切苦难，若有愿求心灵满足，或有极恶求度脱者，应读诵此经以五色离劫如结我名字得任也愿意，然后谢解释。世尊赞助要差大将言：善哉善哉，大要差加入等涅槃。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以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而是阿难不复言：世尊，当何名字法门？我等于和奉持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应功德，应你说十二神将饶益有情，节日神咒应你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成事佛解脱。说是与宇宙菩萨摩诃萨及大声闻国王大长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见达佛阿苏罗杰鲁图吉那罗摩呼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南无佛伽伐帝比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诃赫拉舍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利萨满三菩提耶达支陀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萨满杰利娑婆诃。谢解谢解谢解谢老多声音和宴起心鼎力发请全境内佛请求谢解。要是佛要是佛下载演说要是佛随心满愿要是佛奉十里多十里多尊在力说佛和十二要差大将诸佛宣扬五色载里且解其名随爱其愿成愿必须福上永康宁。要是教主言说男人日光普照月光临菩萨降伏龙要差神明永护保安宁。要是会上师圣光王十二道院妙南梁苦海坐周行广大吉祥入佛进正阳。要智慧上琉璃光王八大菩萨降解降气保护唐禅日月为光灭罪免灾殃。要是大愿功德无边大千沙殿积八寒宝地不尽流我黄虎春福寿广增言。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念下三大诸烦恼，愿得智慧证明了，普愿罪障尽消除，无私自常行菩萨道。三六法界摩诃诸佛，还会悉扬文随处解消一尘一法印诸佛现前身。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南无善哉大菩萨摩诃萨。我们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我们修多利修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南无萨玛多摩他，南无多罗多罗在维萨婆诃。我们耶那三宝哇哇智达胡沙奢遮文念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学如来真实义。如是我闻，应许薄伽梵有化诸国智广眼成作用诸下大病，以大病除正八仙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二六仙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为说法，是吗？说是法王子乘风为旋从坐而起，偏来一见右膝着地向把前方躯干和掌拨圆，师尊闻愿演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地乐相法转成诸有情故而者，师尊在吗？说是一同邪言。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师利，如以大悲确起五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藏有情力安乐想法转世诸有情故，如今谛听及善思维。但为汝出曼殊师利言：稳然愿说，我等要闻佛告曼殊师利，东方去子过十境，伽耶等佛都也是见明镜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印证等觉。
银行员满身知识阶级，五十二岁调御丈夫，天人之否，宝剑翻慢出世一笔是尊，二是由于光荣人如来本行菩萨道十八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第一大愿用来世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向八十随行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第二大愿用来世的菩提时，生有了业内外名，这即为情花功德广大功德，为我身善遮阎王庄严过于日月用命终身心门开窍，所以所去做诸事业。第三大愿用来世的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梦令众生所法手。第四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量诸菩提道，诸若行成我独觉圣者，皆以大圣人安立之。第五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恨分恨一切皆离得不求见具三具皆舍有回谤我名以还得清净不堕恶趣。第六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起身消业诸根不具愁烦忧盲聋哑聋闭背聋白癞癫痪种种病苦闻我名一切皆得端正巧慧诸根完具无住疾苦。第七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众病必救无，具有无贵无依无药无亲无交贫穷痛苦我之名号一经起也，众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积蓄悉皆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八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女人为你百恶之所逼乃及身业灵业神女身为我名一切皆得转女身全然具教复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九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诸魔救往昔若皆外道产妇若堕种种恶见丑灵皆当以摄之于正见，建立修习诸菩萨和素诸无上正等菩提。第十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闻法所教福禄变胎须弟老未获当行入局无量灾难离苦悲愁皆命身心受苦若我名我福德未成立故皆得修堕一切有苦。第十一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未求食故造诸恶业得我名专念受持我当现上面饮食饱足起身后有法味必将安乐而建立之。第十二大愿用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苦我们还是诸位必能若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及的种种上半不易得一切宝庄严具华满土相果业重金随心所欲皆令满足。曼殊师利是为彼世尊二世琉璃光如来应证的觉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二微妙受愿，复次曼殊师利彼世尊二世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发所发大愿及彼佛陀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说不能尽然彼佛陀无相亲近无有女儿亦无二趣疾苦云山琉璃为地精神界道成就功德真上龙王皆悉表示一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庄有二菩萨摩诃萨一明日光遍照，明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自此佛出新的持彼世尊二世琉璃光如来正法宝当是故曼殊师利诸有情行善乃至善女人等应当愿胜彼佛之境。尔时世尊覆盖曼殊师利童子言：曼殊师利有诸正善不是善恶无慧贪利不知不施己是果报与是无知缺心根多聚财宝勤教守护见己者而其心不喜受不惑也。有情事实如歌声若深深透水富有无量千道有情积极之财与其自身善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周时及来袭者彼诸有情从此病中生恶鬼就或访生去有些人皆曾得障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名故今在恶趣障得人意念比如来名及意念是从你出梦华圣人众得宿命又入恶趣苦不要于乐害行会之生态使者一切所有无贪心皆自上等与同母手足血肉身份是来求所况与财物。不曾曼殊师利若诸有情虽如来受诸小数而破失落虽不破失落而破鬼则由于失落鬼则虽得不害然毁正戒虽不毁正戒既多我以佛所说其地生亦不能下来有虽多我而在上脉有在上脉互并心故自是非大贤梦之法为魔乱但哪如是与人自其邪见互令一量无量聚集有情多大显根子虽有情应于地狱盘受鬼却流转无穷若等我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报便舍恶行修诸善法不多恶趣不能舍诸恶恨修恨善法多恶趣者亦比如来本愿未立令其现前照名号从明明正法圣人去得正见精进善条意业便能舍掉是非教如来法中舍弃小数无有伙伴正见多闻皆是圣意离尊上报不报造法不为魔伴皆自修恨诸菩萨恨素的圆满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千来基督自在怀他难道三恶趣正无量其罪受诸疾苦受诸苦从明明正来生人见众牛马头里横被变态即可必然又成佛足随等学获得为人生日下证做奴婢受他区域横不自在日行人中此文是尊二世琉璃光如来名号由此三一经不应念之心归以佛神念正骨解脱诸根聪利智慧斗闻恒求善法朝御善有干魔戒或闻情解烦恼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又受苦恼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好奇怪异更加斗争恼恨自杀以身以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饶于是互相谋害高招山林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要杀过少婆等是为人民做其形象以恶咒作恶咒诅咒因为古道作取自管令断笔命极化其身世自有情肉得闻此要是有关如来名号彼诸恶世系不能害一切长者皆及此系利益安乐无损恼为及其恨皆各个方愿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邻互为饶益复次曼殊师利若自咒必属必属你巫婆所教巫婆四家及日积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近一年或不三月受持消除一切三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未定者若我是尊二世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咒时有八大菩萨前愿我受持菩萨观世音菩萨德大是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塔号菩萨愿王菩萨阿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成功而来世其道恶及于彼皆种种杂色
这马化宗自然化生活人，因此生于天上，虽生天上而本善根，因为穷举不复根深，住于二千天上受净魂圣人见后，龙王投射四周，为了自大安利福百无量百千有情于世善大佛身，在地利婆罗门居士大教多少财宝仓库，以喜相增正智主具足聪明智慧有智慧的如是如大力士若是女人等闻是如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以后不复更深，以真父身曼殊胜彼要是琉璃光如来得菩提，只有本愿力观诸也真欲众病恐众难观相还愿等命后被厌美古毒所中后复等命后十恨子欲内侍等病子消除所成愿满是彼世尊如萨摩地名愿除灭以前诸佛乃即日定于肉际中出到光明光中以受大头灵愿。那么不觉巴地比沙舍俱卢毕勒离波罗婆拉舍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达直陀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藐三菩提哈。尔时光中说起最伟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离苦皆除，说完以乐曼殊师利，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立即为与病人常精进脚足，或食或药，或无虫水，作为把八遍必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灭。若舍求自心念色界的如是无病，以念命中之后称彼世界得不退转，乃至菩提。是故曼殊师利，若男子女人于彼要世界离光如来自心印中恭敬供养者，常持此咒，勿令废亡。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即心的男子女人得闻要世界离光如来印证等觉，所有名号为以诵持成就此目，早速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做咒偈佑。供养寻香五子金牛若自说教我书一些圣旨听闻情欲玉璧法师一下供养教所有自身之具其皆是无因法手如是病魔诸佛护念所求愿满。谢谢狗蛋乃至菩提。而是曼殊师利童子不分言，师尊我当时以下法转世，以种种方便令诸尽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师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乃至睡众亦佛名觉悟其耳。世尊若以此经受持读诵或复为谈演说开示，若自说教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土香抹香烧香花满，因为翻盖偈而为供养，以五色财众男缠枝扫洒尽除护受高奏，而用安置尔时四大天王于其眷属及无量百千天中皆一起所供养守护世尊。若此经保留寻师处，可能受持一笔世尊要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及为名号，当真世尊无父恨子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得取经济事夺者，还得如过身仙乐。我刚曼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此说曼殊师利，若精心善男者善女人等欲供养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象，复清净坐而安住自在所，转化烧种种香以种种床幡庄严，其出其日接受八分斋戒时清净时，早欲相解浊心净因胜无垢浊心无怒害尽于一切有其情力阿赖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古月各赞又让佛像复为念彼如来佛本愿功德读诵此本愿功德读诵此经思维其因演说开始随手要求一切皆随遂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复有人忽得噩梦见诸恶相互幻鸟来逢梦地处百怪出现，此言若以重要自居攻击构要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以末不能为患，患我水火刀毒血甲恶消失子火狼蛇毒蛇恶邪无垢有言我们等莫若能知心意念彼佛攻击构要一切不畏皆得解脱。若他口轻耳到嘴反乱意念攻击彼如来者，一皆解脱。或自慢说是若有见习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进行不是于天为大安息贵佛法僧受持戒戒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必除二百五十戒必除你五百戒于所受中后悔犯不多之若能转念彼佛名号，攻击攻害者必定不受三恶趋胜，或有女人铃铛者之受于疾苦，若能知心证明你在攻击攻害彼如来者，正果戒除所生之子三分具足形色当正卷者欢喜立根聪明安于长命为凡人夺其机器。而彼世尊刚刚那言，如我称扬彼世尊阿世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此事诸佛甚是恨处，难可谢耳。如为信佛阿难伯耶大德世尊，我与如来所说清净不生，以会所以者和一切如来圣于一业无不亲近世尊。此日月龙可令多恶妙高尚，可使清透诸佛所有无有异也。世尊有诸众生心中不住，据我说诸佛甚是恨处，作事思维云何？当年阿世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号，并获而所功德胜利，由此不计还是诽谤，比喻长愿是大利乐多助，由是流转无穷。我刚阿难世诸有情，若闻世尊阿世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不生，以后多恶趋者，无有世尊阿难此事诸佛甚是所恨。难可信谢如今能受当知皆是如来为念阿难一切圣闻独觉及为登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实清净为出一心所系菩萨阿难人生难得于三宝三宝中清净尊重亦难可得闻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不难与是阿难比要是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和无量圣者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解若一解于而广受者结合苏尽彼佛和愿圣者方便无有尽也。而是正正有一菩萨摩诃萨明月之通其从诸己偏袒右见右悉着地去论合掌而薄佛言大德世尊相法转世有诸尊生为种种患之所困，而长病雷受不能与世佛称，该造见诸方安慈相现请父母亲属本有知识替其为爱然彼自身莫诈本初见缘莫使以其神识至于阎魔法王之前然诸有情有具生神随其所作若作若福皆具数之尽其受于阎魔法王，而是彼王托用其人计算所作随其罪福而初端知识彼病人亲属之师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群诸众生转读此经然积攒积丹泉五色续命神方或有事出彼世德华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或近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世还时如从梦觉皆自意之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身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是故今昔善男子善女人等
简易设置要是由于暴露了名号随力所能攻击官员而杀，那我觉得不算用善的子民英语和攻击官员比试重要是由于暴露了身体翻动不允和道绝都不算言大德若有病人欲透病苦，但会起人基于戒受持八方斋戒应以及给予自己随力所犯供养必俗胜作业六十礼拜行道供养比试重要是流日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然四十九灯照比如来形象一崎岖一向解各之七灯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方长四十九折寿应放杂类众生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难不为诸恨恶果所致复次阿那若刹帝利观景王等灾难其实所谓。所谓人中极难，他国清明难，自见叛逆难，其次别观难，日月不是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比赛地利冠顶王者而时，因一切有尽，其慈悲心摄诸西宾。以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比试重要是流日光如来，由此三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皆极得安与风雨顺时，骨架成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恶妖叉等生，哪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及摩诃刹帝利冠顶王等寿命色力无病自在，皆得尊严。阿难若帝后非属除君王子，大乘辅相中中。中宫才女百官礼数未定所古及恶难意义造立五色神幡燃灯须弥放诸生命散杂色花烧众名将病的处于众难些都而杀阿难为救脱菩萨也善男子云何以今之命可增益救脱菩萨也大德如其不闻如来说闻九恨此业是故称道心内修诸福德以修福不尽以寿命不及此化阿难问言九恨云何救脱菩萨也若诸有情得病色气染为意亚及堪比者设护医寿以非亚时不应死而便恨此又信世界邪魔外道妖孽之事妄受祸福边生恐动心不自证不闻命化杀种种众生气奏守名护诸王僚其不由欲尽延年终不能得于是名灰心邪道兼遂令何者入于地狱无有出息是名出恨二者恒被王法之所诸三者田猎嬉戏单淫嗜酒放淫无度恒为非人夺其禁制四者恒为火风五者恒为水逆六者恒为种种恶兽所啖七者恒堕山崖八者恒为毒药厌倒咒诅喜事鬼等之所重害九者即可所控不得饮食而便恨此视为如来略说恨死有此九种其富有无量诸恨难可据说复次阿难比阎魔王主领世间名及至今若诸有情不向无逆破入三宝坏卷惩罚毁于心界阎魔法王水虽轻肉好而法治事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造发方生修佛令度苦厄不遭中了而是众众有十二亚刹大将俱在会众所谓公毗罗大将伐折罗大将弥切罗大将安底罗大将厄尼罗大将山底罗大将应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虎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羯罗大将此十二亚刹大将一一各有七千亚刹以为眷属同时举圣佛佛言世尊我等尽者摩诃沃利德翁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各有恶趣之辈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僧世道呵护一切有情为作毅力饶益安乐随意何等村城国邑困前邻中若有留不此境或复受时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攻击供养者我等眷属为护世人皆使亵渎一切苦难若有愿全心力满足后有极恶求度脱者应读诵此经以五色离皆如结我名字得任也愿意然后谢解释世尊赞助要叉大将也善哉善哉大要叉加入胆念般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以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而是阿难不复言世尊当何名字法门我等于和奉持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应功德应你说十二神将饶益有情节日神咒应你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成是佛解脱说是与宇宙菩萨摩诃萨吉大声闻国王大长婆罗门居士天龙要叉见达佛阿苏洛杰路图吉那洛莫呼洛杰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金刚摩诃揭伐帝比沙舍俱卢琉璃波罗婆诃拉舍耶达多杰多耶阿拉诃利萨满三菩提耶达支陀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室萨满揭帝娑婆诃谢解谢解谢解谢老多声音和宴请心底力发请成今天佛请求谢解要是佛要是佛下载演说要是佛随心满愿要是佛奉十里多十里多尊在力说佛和十二要叉大将诸佛宣扬五色杂里且解其名随愿祈愿成愿必心福上永康宁要是教主耶圣男人日光普照月光临菩萨降伏龙要叉神明永护保安宁要是会上师圣光十二大愿妙良良苦海坐周行广大吉祥入佛进正阳要智慧上琉璃光王八大菩萨降解降七佛护坛禅日月为光灭罪免灾殃要是大愿功德无边大千沙殿积八海宝地不净有我佛护眷福寿广增严那么要是海会佛菩萨摩诃萨那么要是海会佛菩萨摩诃萨那么要是海会佛菩萨摩诃萨念下三大诸烦恼愿得智慧证明了普愿罪消息消除四次常行菩萨道